机车骑士夜游139线道，但才一个转弯。天哪，又看错吗？前方的巨型野鹿不疾不徐走在车道上，看见车灯差点被撞，吓得拔腿就跑。依照水平视线，这头野鹿高度几乎比坐在车上的机车骑士还要高，身长大约半个车道。影片抛上网络后，网友惊叹：这根本是神兽等级。撞到他了，你也差一点撞到他。对对对对，就开这台小货车了。哎，晚上。哦，他也是跑出来哈、对对对对对。货车司机说，这头野鹿他也遇上了，幸好自己开的是车子，车速也不快，否则一头撞上，非死即伤。哎呀，龙啊！哎呀，龙啊！哎呀，龙啊！看我这几只，你干嘛看我这几只？太紧张了啦。民众说，139县道沿途八卦山区不少水鹿栖息，经常出没。根据农业局统计，大多分布在田中、分园等地。这回骑士遇上比机车还大只的野生水鹿，好在没有撞击摔车，否则发生意外还真不知找谁讨公道。记者陈胜伟、连家信、吴鹏兴彰化报道。